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咁喺台下咧，见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，但系我相信咧，都有好多观众朋友，我哋今晚系第一次见面嘅。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系今晚主人公郭凤女小姐嘅女赵咏仪，大家好。咁首先喺呢度啦，非常之多谢主办方俾一个咁宝贵嘅机会我，可以喺台上面身体力行咁样支持我妈咪嘅演唱会。咁同樣咧，對於我自己嚟講，其實今晚係第一次咁以咁樣嘅方式登台嚟去唱歌，所以其實而家心裏面都幾緊張。大家可唔可以再俾多少少掌聲我？多謝多謝。咁所以在座嘅每一位啦，都係我嘅第一批觀眾啦。咁第一批觀眾，我就希望將我一啲更加特別嘅心情嚟同大家分享。这些呢亦都是我平时很少跟妈咪会讲到的心底话来的。那我相信熟悉妈咪的朋友呢，其实都可能会知道妈咪呢，她其实台上和台下是两个很不同的人来的。台上的她呢，非常之英明神武，非常之醒目，声色艺俱全。但是台下的她呢，很简单，很单纯，好像一个小路仔那样，甚至有时就不是很懂表达自己，很容易讲错嘢嘅。咁佢呢一种性格咧，我以前会觉得，好戥佢担心啦，就唔知道喺娱乐圈里面会唔会好容易蚀底，会唔会好容易唔小心得罪咗人，自己都唔知道。但系而家慢慢咁样觉得，一个人善良好简单，但系好似佢咁样善良一世，其实系好难嘅。我觉得妈咪的这一份善良和简单，不单止是她的优点，也都是她一个很重要的财富。正是因为她这份善良和简单，可以结识到在座这么多位一路以来陪伴她支持她的好朋友，也都是因为她这份简单，令到她会更加纯粹地投入到粤剧艺术里面，成为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，艺无止境地进步下去。今晚呢只歌咧，唔单止系要送俾妈咪啦，同时亦都系送俾在座每一位喺佢嘅粤剧艺术道路上面俾过佢帮助、俾过佢爱同埋支持嘅每一位。唱得唔好咧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无论我今晚嘅唱功喺大家心目中系几多分啦，我送出嘅呢份心意咧，绝对系100分嘅。希望你哋会中意呢只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唱的大家可以一起唱的，好不好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再一次多谢现场的咁多位观众朋友，多谢你哋。希望在下半场的表演里面，大家为台上的嘉宾带来更热烈的掌声。
谢谢大家。